大家好，我是小编。这段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韩服的最新活动——亚丁大陆的进化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最吸引玩家的是它可以有机会拿到万能药，而且每个分身的话，它都是可以独立去解的。那我们现在说明一下这个活动。首先，它活动的等级设计是60级以上。那在这个活动的副本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花10000元。一万金币就可以传送进去的地方。那点开来看，它的在这个岛上啊，它可以获得龙珠、战斗卷，还有这个是硬币箱子，你可以拿到各种的硬币。那只要花10000就可以传送进去。这里面的怪物其实相当多哦。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因为我已经先把它解完了，所以解完任务之后呢，你会获得这两个东西。第一个是纯净的石头，或者是进化的石头。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它之后给你的一个 buff。那这个 buff 它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维持一个小时。在这个阶段完成之后，它会自动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的话，它的 buff 的这个能力又更会增加。那到最后的话，它甚至还会再多出一个银海沙祝福消耗降低5%的一个效果。那这个都是持续的，你不用去做切换，它就会自动帮你来切换。那如果说你已经打完了这个任务之后，你还会在这个活动的制作里面，有一个制作项目，你就可以来制作万能药。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制作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几率制作。我们一个一个来。OK， 他这边哦，一次制作要20万啊。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他制作一个箱子要20万。好，那我们来做第一次。失败，好，再来做第二次，又失败，好，所以这个成功的几率基本上不高，而且其实还蛮花钱的。那这个如果说大家有分身的话，尽量去挑战，因为它这个都是几率的。那至于几率的话，当然是不知道了，当然是不可考。它这边其实就有告诉你说，这个是有几率会制作失败的这个东西。好，那如果说真的被你运气好制作到了，哇，那这个真的就是恭喜你啦。好，那天堂 M 很久没有推出类似这样子可以直接获得纯白万灵药或者是万能药的这个活动。好，那如果说到时候台服推出的时候呢，甚至现在的韩服玩家也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来参加这个活动。那里面的怪物基本上强度不高，好，但是它的经验值还蛮多的。我现在是绿叶状态啊，还有30000多的这个经验。好，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那这个活动就大概介绍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按下订阅。那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